嗨，好久不见，怎么了吗？怎么突然想要来找我？我记得，你上次跟我讲过那个人，怎么了吗？是哦，难怪你看起来心情不是非常好。了解。既然都来我家了，不然，我帮你按摩好了，好不好？让你好过一点，OK 吗？好吗？好吗？OK，你想按哪里？头、肩膀，没问题，没什么，就不用在意，我处理就好。然后你可以继续跟我说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我知道那个人，所以，辛苦了。对，你应该刚从外面回来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帮你洗脸好不好？先把脸清干净，然后我们再来按摩，这样比较舒服，然后你也会比较放松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做。我这边呢有一盆热水。还有一条干净的毛巾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这个帮你擦脸，OK 吗？好，那你继续说，我听。我知道，他从以前就是这个样，从以前。真的不是你的问题了，但是会生气很正常。其实蛮多人都对他很生气的，不用太怪自己，真的。好的，热毛巾，他可能会有一点，有点烫，你觉得呢？OK 吗？你觉得 OK？那我们就这样来。不要动。然后下巴帮我抬一下，好。不好意思了，刘海。又比较舒服了吧？有，那就好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来按摩。但是呢，我本来是打算用我的高级精油帮你按摩，但是我刚刚在帮你擦脸的时候，发现你的脸真的很干，是为什么？天气吗？你怎么会突然间皮肤变得这么干呢？真的，你看到你的眼睛下面这边，你自己摸，你自己摸，有没有？都快要裂开了，你看，太干了啦。所以呢，我虽然没试过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用乳液帮你按摩，你觉得好吗？OK，我觉得会不错，因为你皮肤真的太干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有一罐这个乳液，非常厉害。它是韩国进口的，我请我朋友帮我买的，上面还有写韩国字哦。好，我看不懂，但是它真的是保湿功能超强。对，我之前也是很干，就是皮肤本身就是干性，然后只要到冬天我就会擦这一罐，真的效果很好，就不会再脱皮了。所以呢，我用这一罐帮你按摩，好吗？是我个人爱用的乳液。好，就来吧。我平常只用一点，但是呢，那状况蛮严重的，所以我倒很多给你。
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，它超香，你闻，闻得到吗？没有鼻塞吧？不觉得超香吗？对，超浓的柑橘味，超喜欢。帮你擦脸，不要动。嗯哼，我再擦脸就不要讲话了。下巴，好，然后额头开始按摩。先跟你说一下哦，我按摩的话可能会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，我按的不会很舒服，对，因为基本上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好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会按你的穴道。可以吗？不可以也要可以。好，所以一开始我知道你睡眠不足，你最近都很晚睡，而且你的黑眼圈还蛮重的。这边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要按你的耳垂，按耳垂可以帮助睡眠，改善失眠状况。然后我给你保证。按耳垂呢，它很痛，对，所以你可以骂我，你可以说脏话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好，我们开始吧，来喽表情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蛮好的。好，不然你可以再说说看他做了什么？嗯哼，蛮像他。好，快快快！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。我们来数5秒，好不好？五，四，三，二。1/2，好了，零，OK，有好一点了吗？你确定？如果你觉得没有好一点的话，我可以再帮你。好，OK，再来呢，也不是舒服的，我要帮你按这里，这后面也有一个穴道，然后它也超痛，但是它也会帮助睡眠，所以。不要怪我，你自己不睡觉，然后跑来找我鬼，我说你不舒服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鼻刚痛哦，我知道，很好，痛才有疗效啊。谁讲的？我记得是，啊，我知道，我讲的。你就认命一点吧，不想要被按就早点睡，好吗？要倒数10秒吗？5秒，OK，五、四，我已经数很快了，三、是，不管有没有好一点，你都会说好一点的吧？真的超痛的，我知道。好了，你还希望我继续帮你按头吗？因为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。不用，OK。好，再帮你按你的肩膀。我猜你的肩膀应该很硬，我是还没按呢，但我猜。告诉我，你一天用电脑几个小时？8个小时。你确定？你上班不就是，8个小时，很好。OK，先看一下你的肩膀，呀，
好的，右边超音。左边也蛮硬的。很好。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要改变你用电脑的姿势，你大概每有一个小时就要起来动一动，活动一下肩膀，像这样。虽然看起来像老人，但是真的有效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不用30岁，你就可以得到50岁的肩膀，OK 吗？跟你说真的啦，我帮你捶背好了，好吗？先捶右边，因为它比较严重。这样会太大力吗？好，我小力一点。这样。早点睡，然后不要太常用电脑。应该不会回家也在用电脑吧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啊，换边。哦，搞得我自己好酸了。这边状况真的比较好。你有没有考虑以后用左手用滑鼠？就这样。好，算了。最后再把你捏一捏。按肩膀就是舒服的吧？我比较喜欢你刚刚的表情。好啦，不开玩笑，要保重好不好？不要搞到自己全身都不舒服。要睡觉，然后不要用电脑用太久，记得要多活动自己的肩膀，OK 吗？你今天还回去吗？还是你要住我家？OK，那。好了，时间也真的蛮晚了，你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起床了，对吧？哎，辛苦了，那赶快休息好不好？快点睡觉，OK 吗？照顾好自己，晚安，拜拜。